要在中午十二点以前呢，有师兄说供佛的贡品一定要在中午十二点前撤下来，否则饿鬼道的众生享用后我们再说对我们不大好，是这样的啊？是啊，从饮食的这个时间来看，一般天人是早上十，中午是佛菩萨饮食的时候，下午是畜生道饮食的时候，晚上是饿鬼道饮食的时候，是有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一般供佛的饮食呢，都是在中午啊，这个是有道理啊，中午之后可以把它撤下来就可以。好，第二个。安世全书中有一个故事，说唐代的张相和一生以土牛为业，临终时遇到善知识开导，仅念了几声符号便说见到阿弥陀佛，往生净土。墨学一直不解，我们佛教说数经百千劫所造业不亡，那么张善和土牛的罪孽为何临终还能往生？一生罪孽和几句佛号谁轻谁重？该杀的牛要找他还债怎么办？哦，看来你还善于思维啊。确实通途的教法啊，大小乘教法都在说啊，所造的孽啊一定要受果报啊，百千万劫之后这个孽也不会消失啊。但是净土法门有它特别的一面啊，净土法门可以代以往生。张善和一生土牛啊，这个故事也最先是出在啊这个往生集，莲生大师往生集也记载了这个，还有恒西颂的净土圣贤录也有。张善和一生土牛到临终的时候，很多牛就向他索命啊，就是牛头马面的啊，这个让他索命，这实际上就是地狱的境界现前了啊。这时候他就很害怕啊，很害怕，就赶紧让他的妻子找一个比丘师傅过来。那个一个比丘师傅一来就跟他说，你是啊造业很重啊，地狱相现前，这个时候只有阿弥陀佛能救啊，你只要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能解。所以他就张善和就赶紧啊，这个一手拿着香啊来焚香念佛，还来不及点香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一念念了几句呢，他就说牛不见了，再念了几句呢，说佛来了，就往生了。这是故事的一个情景。好，这里告诉我们，一生土牛的罪孽重，还是他几句佛号的罪力量大啊？在这样的较量当中，一般我们会认为他一生的罪孽应该很重，你只是念几句佛号力量应该不是很大，但恰恰说
是他这时候用那种突围救命恳切的心去念这句名号，他的力量超过他一生所造的苦牛的罪名，可以不能啊。这个坛转大师在往生论作对这个问题曾经有过一个讨论，就是我们造的孽是怎么造的，是我们虚妄的心所造作的这种虚妄的孽，虽然它很多，但是由于你所造的是虚妄的念力，然后呢这个念佛是我们至诚恳切的心啊，去念这句万德洪名十相的名号，所以虽然只有十生乃至一生，它的力量超过虚妄的心所造得的一切的啊虚妄的念力。这就好像你造的念就好像一个很黑暗的屋子，你很黑很黑，但是你当下这念佛的心啊，自成念佛的这种状态，就像一根蜡烛，蜡烛的光亮过去了，所有的黑暗都没有啊。所以这个净土法门的特别一点，就是在我们能念的心是实相，所念的名号是实相的这样的一种力量当中，就能够往生自心的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所以这个故事这个公案是千真万确的啊，这就是净土法门不可思议的这种力量，也就是净土法门可以代业往生。无论你的念造的有多重，你只要自诚念佛，十生乃至一生都能蒙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横超待业往生啊。那么古往今来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不仅张善和了啊，还有张守奎呀、熊俊呐 这个观经讲的忤逆十恶的罪人呐 这个地狱猛火都现前的时候，他都能够脱围出去。好，看下面。之所以这个牛被杀的牛要找他还债，那找不到啊，他已经跑到极乐世界去了啊。如果牛要找他也到了极乐世界，这个牛也变成了菩萨了，这个见面就不会去谈还债的问题，都是莲友啊，亲近海会的一员了啊。如果这个牛不能信愿持名，他往生不了，就好像欠债的人跑到皇宫里面去了，他进不去啊，这个警卫不让他进去，他也找不到这样的。所以只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劫以来的冤亲债主就画上句号啊。所以这是最解便宜的一件事情。如果你要在这个世间还要去还债，还命债，还钱债，还情债，还那就是无量劫都还不了，没完没了啊。所以最好的啊，这个把这个债务关系一笔勾销的方式，赶快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就不会有啊还债的问题啊。墨学经常去寺院烧香拜佛，有时适逢佛菩萨纪念日，寺院大殿供桌上有许多信众供奉的馒头、水果等供品。每当有信众在大殿礼拜后，寺院的师傅或做义工的居士都要从供桌上取一个馒头或果汁送给信众。许多居士也说吃到供了佛的供品很吉祥。墨学最近听说供了佛的供品属十方所有，不得随意取食，否则即犯盗戒。墨学心里很害怕，请问法师这种说法正确吗？我以前吃过供品犯了盗戒，如何才能铲除？
这个涉及到这个问题呢，这个信众到寺院供佛之物啊，你自己不要随便去拿。但如果是寺院的师傅，就是这个香灯师，他拿这个供佛的东西给你啊，就是没有问题啊，香灯师也有这个权利啊，所以这不涉及到盗窃的问题。好，你们想。弟子学习弥陀经书抄有不解之处，请开始。书抄云：不知自心念阿弥陀佛一生，念八十亿劫生死重罪，良由正直礼仪心。对此书抄做了如下解释：今为自心者，即一心也。若是一心，虽能灭罪，唯利稍疏，罪将不现。多多之念，只灭，只可灭少，少少之轻，使之自心正属礼仪。问题啊，什么问题呢？为什么说念佛要念到礼仪心不乱，才能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我们连事一心都未达到，岂不是灭重罪以我们无分了吗？而观经云：但闻佛及报菩萨能灭无量生死之罪。又云：以人苦逼不妨念佛，善有告言：汝若不能念彼佛，应称无量寿佛。如是自心应身不绝，具足十身，称南无阿弥陀佛，称佛名故，于念念中除八十亿劫生死之罪。请问莲池大师书抄之意，以经为义理，当如何会通？你把这个这是解释观经的这个自心称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好，这样的一个灭罪的功能啊。这个自心它不是一个很简单的啊，自诚心，当下你这一念心，就这个地狱众生呢，你想看到地狱，要掉到地狱里面去，至少对他来说唯一的一个出路生路就是念阿弥陀佛，来解决要掉地狱的这种果报的问题。这时候这个众生他念这句名号的时候，真的是就是一个脱轨啊，脱轨的这样的一个精神。但脱轨的情况，这时候他再也不会考虑第二个念头，他全部的心都在这句名号当中，叫做全佛即心呐、全心即佛呐、这种心佛打成一片的这样的情况下，他这个力量突围的力量就增上了。这样的一个心，他当然这个灭罪的功能就很巨大，就能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下这一念心啊，它是融合在一起的，可以理解为这就是礼一心啊。但是我们啊，可能就从断惑来看啊，一般偶一大师就说礼一心不乱是什么水平呢？大概要那都到了破无明的程度了。事一心不乱到了什么水平呢？那都是破见思惑的程度了啊。那么这是有时候这种解释是从不同的层面角度来加以解释啊。那这个莲池大师讲这个理，就是当下这一念心跟佛号相应了，感通了啊，自成的融合在一起了，所以他能蒙这一念，能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
跟你这个平时没有到达这样的一个感通的状态，所面对的风格是有差异的啊。你也不要以为我这个灭众就跟我们无分啊，只要我们做到自心恳切，肯定就能灭这么多罪。但是我们平时的这种散乱的心啊，心里念着佛号啊，还在想着很多的事情啊，甚至就求人天福报，这些轻浮的心想有这么大的功德，那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这个你设想这个被冤家对头拿着刀要砍你要杀你的时候，这时候要渡这个河，你想着怎么渡河，只有这一念的时候，你就体会这样的一个自心没有第二念，只有这一念啊，全身心的扑上去。这不是我们一般的平时念的水平所能达到的啊。比如我们现在，你先不要在事一心和理一心上去那个，就看我们有不有这样的一个至诚恳切心。啊，这个东西不一定非得要破无明才能往生啊，这个法门是可以代替往生的啊。请介绍一下东林大佛进展情况，今年能建成吗？啊，这个新的一年开始了，也有很多啊师兄弟子非常关心东林大佛的建设。啊，在此也利用这个机会向海内外啊关心和支持东林大佛的信徒表示啊衷心的感谢。我们新的一年开始呢，我们大佛筹委会和这个大佛指挥部都是非常积极的推动啊大佛建设。目前这个在我们的大佛工地上，中轴线部分的三门基本上要完工了，释迦殿呢也都封顶了啊，这个还有一个三圣殿啊，地基都打好了，现在进行地面的建设。再就是接引桥也啊开始动工了，山上的啊就是大佛的基座啊，有100多根那个桩基啊。现在上个礼拜我去看，还只有5根，有5根就完全结束了啊，所以这个大佛基座也基本上完工了，这是我们工地的情况。然后铸造厂，这个大佛铸造同时也在铸造厂在铸造，目前放大呢，这个放大我们从 4.8 米要10倍放大48米。现在目前是放大到第3段啊，头部呢也都放大完了。放大完了，我们上次本来啊就提意见要验收修改啊，这个上次提了一些意见，目前还在修改当中，等半个月之后我们还要进行第2次验收啊。目前这个铸造也在同时进行，那个大佛的莲花座已经铸造完了，现在正在铸造第2段。它每放大一段，放大也要验收，验收完了就用那个模子啊，铸成模子来进行铸造。南昌青铜铸造厂基本上几个大车间都在做我们这个大佛的事情啊，也都是全面展开啊。目前还对穹顶的这个结构也在进行方案上的探讨啊，这个最近定的方案呢，这个穹顶的基座啊，包括这个结构各方面也都要全面上，事情非常多啊，但我们还是尽量争取在今年年底把大佛竖起。啊，我们还只是说尽量啊，因为这个建大佛的过程，它的环节太多了啊，我们不会耽误时间向前推进，但是也不能做得太快，太快怕影响质量，
所以我们的进度还是要在保证高质量的基础上去谈进度啊。所以我们说今年啊，尽量的把大会建起来，但既然啊，是不是能竖得起来？我想可能性很大啊。但也有些同学也在问什么时候开光啊？这开光的时间我们就更不敢定了啊，因为竖起来之后开光，它的各种条件设备那就更多了啊，它的停车场、各种服务设施、各种啊，你看中轴线起来之后，整个毛坯起来之后还要装修啊。这个装修还要建啊，还要住十多尊小佛像啊，放在各个店里面啊，这个事情其实都付出很多的啊。这个我们这个过元宵之后就开了个总务会议，都把这个工作一排，哎呀，这个真是环境很多啊，这个人手都觉得不大够啊，指挥部现在也在。要招一些专业技术人才啊，这个工程太大，呵呵，这个工程太大。目前我们还只能是动中轴线部分，我们有3300亩土地，本来还应该有东宁下院呐、军事安养中心呐、现在这两块东西我们都不敢去动它啊。第一面分不出时间精力，第二主要是资金问题啊。现在我们的大湖中轴线的这个几个工程的这个资金都有很大的缺口啊。目前对于我们来说，募捐的任务也是非常非常繁重啊。所以也希望海内外的信众及时了解我们的情况啊，能够给予啊力所能及的参与和帮助啊。总之，我们在这个2009年啊，我们会把它啊尽量塑形。在这个末法的时候，就是这个时代，是这尊阿弥陀佛的啊结缘形象，成为凝聚海内外四众弟子乃至于社会各界人士一种精神啊，一种道德，一种超越意象的一个啊标志性的啊佛教的建筑。那看看我们现场有一些条子啊。弟子受了21天的八关斋戒，请问法师在此期间使用带有香气的洗发水和香皂是否犯忌？来，注意这个情况，你这个既然受了八关斋戒，这些有香皂、香水什么的就不要使用了啊。这个用点一般的肥皂就可以了啊。凡念佛行人勤修净业三福，以自身恳切心忆佛念佛，以其命中之时蒙佛庇佑，而得往生极乐世界。然常听人言说，某某人死后经某居士或高僧超度，已经往生到极乐世界了，弟子甚是不解，其法师开始超度因缘啊。这些你不要去听这些话，任何人往生都是蒙阿弥陀佛的愿力接引的啊，否则这个世间人所谓的哪个居士、哪个高僧，他是没有能力靠自己的力量啊，超度人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啊。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如果从它的这种体系上来看，它是十报众生国，一真法界，就是他自己都没有能力靠自己的力量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他又何能超度其他人去啊？五乘行人往生都是凭阿弥陀佛的愿力作为强缘往生的，这是基本的一个原理啊。不要去听那些，如果你听到啊，哪个高僧、哪个居士就能超度人往生，于是我也就不需要修行了，等着人类超度了啊，没有这个事。如果他都有这个水平的话，这个世间就没有凡夫众生啊。
这个不要听那么多啊，这些啊没有道理的事情，也不要把佛教变成一个个人性的崇拜，还是我们自己解决信愿持名问题，我们自己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啊，解决往生的问题啊，最多别人起一个临终助念，临终助为什么叫助助缘啊？根本问题还是你自己是往生的罪业。好，下面多有念佛人精进勇猛，日刻佛号过万，闲时亦无碍，但遇佛七等法会恐有难度。这几日在大殿上常见同修手持计数器，在念佛或深呼吸时一阵狂汗，然后再随众念六字红名，然后又是一阵狂汗。齐法师开始如何解决这一段？你要狂汗念计数器干嘛？你这个中间停顿深呼吸的时候，这是一片非常空灵的状态，你就享受这个状态嘛。啊，前念你过去，后念未来的这个空白，你就安住在这样的一个空灵状态当中。你不要觉得哎呀，赶紧来补佛号啊，要么就是很大的浪费。你不要这样，这就是让你慢慢的把这个气吸下去。你能感知到这个气是怎样吸下去的过程，它就会杜绝你很多的妄念啊！你就在这么一个清净当中，对下句佛号做好一个预备就好了。你不要再狂按什么，你狂按什么一方对自己没有好处，另一方面你这个动作太大，都影响别人啊！别的就是觉得哎呀，他狂按在念佛号，我是不是也跟他念呢？中间这段时间不是要让你念佛号。那是解决呼吸的好，末法时期净土法门是非常殊胜的法门，但有些居士改学密开始持咒，说是尽力伤修，这样修行是否无法？我们与他们交往时应怎样沟通？当他在修行净土法门的时候，他还要尝试学点其他的，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对这句名号的信心还不够。如果他了解净土法门，了解往生的原理，了解阿弥陀佛无量劫给我们成就的六字万德洪名的话，他就不会去搞其他的。啊，念佛当下你能念的心就是佛，你就安住在这个无上正等正觉上，安住在弥陀的大悲愿海上，一定能够往生极乐世界，一往生就得阿弥法智啊。所以说这句一句佛号成佛都有余，你还去搞其他的方法啊？那么如果你又修其他的法门，其他法门它有些宗旨不同的，比如修禅宗它指向开悟，那你一方面你净土宗它是要指向往生的，你这个两个观念就在开始冲突，到底我指向往生还是指向开悟呢？如果修点密，当然我们对于密宗情况怎么样我也不是太深入啊，但如果对有些修密的指向寄生成佛呢？指向得点神通呢？指向要生生世世在这个世间修菩萨道成佛呢？那又跟净土法门的目标又有距离了啊！那不是打闲唱吗？那心生数目啊！所以这个大势至菩萨告诉我们，修念佛三昧，修念佛法门就是一个什么？不假方便自得心开。不假方便就是不需要借助其他的方法，你就光念佛，你的如来藏性就能打开。要听阿弥陀佛的话，听大势至菩萨的话，
听中国净土宗祖师的这样的过来人的话啊，一门深入，好生念佛啊，不需要去搞其他的东西。那你啊，你可以向他介绍印光法师啊，介绍净土宗的祖师啊，包括净土四贤录这么多往生都是凭着念佛号往生的啊，要他对这个佛号要产生啊。坚定信心啊就好啊，不要先分数步，这山望到那山高，脚踏几条船啊，最后结果可能做不到。众生附体的居士，有时念佛时附体的众生上来表现非常明显，当诸附体时发出的声音同猪一样。满腹满目臭气，船涌上来时头摇晃不止，放生做三次四念效果不大理想。针对这种情况，最理想的解决方法是什么？首先，你这个这些附体的人呢，他本身心理上就有妄想杂念，一切附体的都是自己心里招过来，或者他想得点什么啊？能够预测呀，能够看病啊，能够得点神通啊，甚至请电护法上来啊，都是自己的念头出来的啊。现在你这个招来之后，你首先要产生大惭愧心，你这个念头出的问题，现在就是端正你的念头啊，主法的空性啊，一切法都是心里变现出来的，变现不好的境界，你是你自己出的问题。现在要把这些境界啊，你要把它请走。首先在心理上要跟这些附体的东西要什么？要跟它划清界限啊，这个不理睬它啊，请它走。请它走，你首先自己要请它走，这很重要啊。这个前几个月我也碰到一个这个附体的，他对附体的还很感兴趣。他觉得是观世音菩萨给他附体了啊，观世音菩萨在叫他住这个住那个啊，这个发现这个还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似的。我说你彻底完蛋了，这个根本就不是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不会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啊，这种方式都是出问题的啊。我说他心理上都很欢迎他，那就更明白了。你首先心理上要把附体的东西要彻底的给他划定界限，要送他走。那么怎么送他走？你就自称念阿弥陀佛啊，念阿弥陀佛，你自称去念，求阿弥陀佛加持，这个附体的自然他就带不走。有正的东西，有光明的东西，邪的东西就会走，黑暗的东西就会走啊。你还是啊，在佛号当中解决。在闭关念佛时，我不断念佛，和脑里出现障碍，这是何因？出现障碍你不要理睬，因为这个我们这个阿赖耶识里面可能有些原来曾经唱过赞子的种子啊，这个潜伏在那里，通过你念佛这个出来呢，它就会出现声音啊。这个你不理睬，注意听你的佛号，自然这个唱赞的这个声音也就没有了，包括其他种种声音啊，念佛必出了其他的种子，它会出现境界呀、啊，出现什么东西，你都不要理睬，你一理睬就麻烦。现在很多人就喜欢啊，出现什么声音就会听这个声音，他觉得好奇，也就觉得很欢迎，他就所谓的幻听嘛啊，那么这个。幻听的声音就会给他指示这个指示那个啊，甚至有些就是走火入魔，幻听的声音说啊这个是不好的，他也认为不好的。你整个的你自己都不能做主宰，你自己的主人翁你都受别人的奴役，这都是很糟糕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念佛过程当中，你就好好听你念佛的声音啊，什么音声出来，什么境界出来，一概不加理睬。
家里办什么喜事是吧，办喜事要杀生，不办你又不行，我能否那天放生来消杀生的念呢，同时供在可不可以啊？杀生的念，杀生这个不能代替啊，也消不掉。杀生的念就得杀生来受，放生的功德也就放生来受啊，不能说你杀了三条鱼你就放三条鱼就抵消了啊，这个最好劝家里也是素食可能很难了，但至少你不要去杀生嘛，就到餐馆去订这个三净肉也是一种方法。看到市场上的鱼被宰杀很痛心，把他们买回放在家里盆中给他们念佛皈依，等他们死后送给民工吃，不知是否不好。哎，不要这样，你既能放生你就把它买来赶紧放到他所生活的区域嘛，水塘里面呢，江湖里面呢，你就放在瓶里面让它死了再给民工吃，你在干嘛你买了赶紧去给他放生，给他受三皈依，给他念佛送他走，这就叫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啊！放在家里的瓶中，这个鱼也不高兴了啊，就好像把你有你被那个人贩子贩的时候，有个人很慈悲，把你都买过来放在鸟笼里面啊，给你吃，等你死了之后再给其他人吃，那你放心。什么叫闭关？闭关的内容是什么？应该怎样闭关？闭就是关闭啊。闭就是把自己的六根不要往外跑这个回光返照这个，所以闭关有个特殊的方式让你在一个地方一个房子里面万缘放下，一念安贫那么怎么闭关的方式呢？有禅宗的闭关，也有净土宗的闭关这个内容呢，这个各异不同我们这里主要还是专念佛好再加上这个拜佛呀诵经呢这个作为助缘就可以。尼采的哲学思想比老张哲学的理解。这个你是学什么呢？这些跟你了生脱死有什么关系啊？你自己还在生死苦海挣扎，马上要卷到三恶道里面去，你关心尼采干嘛？老庄跟你有什么关系？这个你不要去弄这些，你当下这一念赶紧念佛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救脱难的事情，这个问题都解决不了，你去搞这些尼采老庄干嘛？所以这个如果要说尼采这个哲学尽管在中国大陆很多人非常推崇他的超人哲学他的权力意志但我看这个人呢，他的思想也是不值得去过分的去推崇的。为什么呢？他的哲学思想连他自己都导致精神分裂。我们能够把一个精神分裂的哲学家的思想作为我们的一个什么东西陈玉一比丘尼行九十天不足，日中一时不饿不住。仁慈师父竟对我说：“波多的苦都能吃得过，却心中忍断不了，也压不住烦恼，什么法术应该用何心念佛？如何去念念佛？”行波州法，
不是凡夫众生所能行的啊。这个印祖也常常这样说过，就是大家不要好奇误会，我们是凡夫的身份，就按我们凡夫的状态啊来修行啊，不一定非得要走九十天这样子啊。那么行波珠的目的是什么？波珠就是一切佛在前面的意思，就是以正念佛三昧作为目的的啊。那么我们这个净土法门这一点，就是净土五经所表达的，是以往生作为目的。所以《波州三昧经》并不是净土中所依的根本理念啊，我们还是要依净土中的根本理念来修行啊。所以大家不要，哎呀，谁行的波州好像很了不起似的啊。如果行波州，他不具足信愿，照样往生不了啊。那么这个时代，他想行个几十天，就好像他想断烦恼，也是不可能的啊。这个末法的众生，我们要有自知之明，绝大多数人都是大业往生的啊，不可能说行一个九十天他就能够破无明的。那波州三昧经前面讲的很多功德、很多智慧、神通什么的，那都是破无明的啊，破一至少破一品无明以上的功德成就了啊。试问这个时代，你能找到谁能破一品无明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在信愿上下功夫，信愿持名感通佛力带你往生，这是我们凡夫众生实实在在要解决的啊。所以你以什么心念佛呢？你就用信愿持名的心念，夜离娑婆心求极乐，知道自己业障深重，知道自己啊不往生就要下地狱，知道自己不能靠自己力量解决问题，唯有靠阿弥陀佛慈悲愿力啊！虽然自己业障深重，但阿弥陀佛一定能救我这个业障深重的人。然后就以这个心态恳切的念阿弥陀佛啊！你功夫上能到什么水平就到什么水平，没有功夫也没有关系啊！具足信念，散乱心也能往生啊！信念不具足，你就得到一心不乱也能往生。往生与否，全凭信念之力。啊，这是千古不易之定案的啊，在这个根本上去解决。有信愿就如有眼睛，可是默许反观自己感到没有感觉怎么办？你有什么感觉呢？什么叫感觉？原来有首歌叫跟着感觉走。跟着感觉走是会有问题的。我们凡夫的见闻觉知的感觉常常会欺骗我们啊，跟着感觉走就有可能走得下弯道啊。所以我们现在跟什么感？就是跟信愿的心走，跟着阿弥陀佛的愿力走，跟着这句名号的光明走啊，它就能够引领我们的行事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不能跟着自己的东西走。不能跟着他人的东西走，唯一就跟着阿弥陀佛的愿力走。怎么跟得上？你就是深信切愿，这是名号，这就是我们跟阿弥陀佛走的一条妙庄严路啊，一超直入如来地啊，就这样。好，看看这个网上的。对平时的散念佛要做回向，应如何正确回向发愿啊？散念佛号也有功德，散念佛号也要回向啊。散乱心念佛你不回向，它就会自然感得人天福报。你只要经过一种回，就是回转，回转是什么？它就是超越。你把人天福报的功德回转向什么？向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一切回向的终极目标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发愿，首先发自己往生愿，然后发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再要回到娑婆世界，代佛弘法，
普度众生。啊，这就是这个回向发愿的一体两面，一个是往向回向，一个是还向回向。往就是前往西方极乐世界，去了之后再回来，这样就能成就大回向啊，心量打开，功德无量。自从开始念佛之后，就会在梦中梦见观音菩萨，大概有30-40次了。为什么我念的是阿弥陀佛，梦见的却是观音菩萨啊？能够梦中见观音菩萨，这是吉祥的啊，说明你还是有善根啊。你不要有这种怀疑啊，观世音菩萨也是跟阿弥陀佛同体的啊，西方三圣是一体的，观世音菩萨是代表着阿弥陀佛的慈悲啊，慈悲的一面。大势至菩萨是表达阿弥陀佛智慧的一面啊，你不要有过多分别心啊。见到观世音菩萨，也就是见到阿弥陀佛；见到观世音菩萨，也就是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啊。所以这个啊，这个啊，你还是专门念阿弥陀佛，见观音、见弥陀都是啊一样的。莫学是年轻女居士，定课念佛一段时间后，有一天想，哪件衣服穿起来好看。最近在保养皮肤时，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这些自身的装饰的妄想根本来自于意识，当时就吓了一跳。请问法师，这个念头如何？为什么会感觉这是灵异？另外，每天定课念佛，口干舌燥时可以喝水吗？还是把念头放在佛号上呼吁灵采？欲界的众生都有灵性啊，这个如有如灭啊，所以一个特别对于女同胞来说，喜欢梳妆打扮。胡子墨啊，要穿好看的衣服啊，感清朝比男同胞要来的更突出，也就是说他缺失女同胞的这方面的烦恼啊，包括其他的烦恼都有，女众的烦恼比男众啊，所以这个啊，一般的医生中医传统中医也说，女人的病是最难治啊。为什么最难治？烦恼多，积心多啊，弯弯曲曲啊，所以使他的那种刚毅之气、智慧的力量就很难显化出来啊。所以你喜欢穿好衣服啊，从世间法来看，叫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这是好像是啊，不会去指责。但是从修道的角度来看，你冷峻的反应，它确实来自于淫欲啊。女人喜欢梳妆打扮啊，叫做野龙啊会淫的啊。她这个要把自己打扮的花枝招展，就是希望吸引男同胞的注意啊，对她的。这种追求嘛，这里面方面就是这样的一个啊，隐喻性在其中啊。所以一般啊，修道的女众她都要知足啊，不是不去修道的啊。这个佛陀在世的时候，那些啊，上至啊贵国啊国太出人，下一般的贵族的女人见佛都不敢去梳妆打扮啊，这个都是非常朴素的一个啊。但这个怎么办啊？这个你能感觉到这是淫欲心，这是一个境界啊。问题就是如何把这个放在一个合理的程度上啊，因为这个时代也很难对一般的众生说你就可以不没有淫欲心，这是做不到的。啊，出国圣人都有淫欲心，各种方法，
啊，正因为他有林玉馨，他才要起死亡反天法的罪。起死亡反天法，人家就是解决林玉馨的罪。啊，所以这种事情是非常非常麻烦的事情。所以说，末法的时代的到来，末法众生这方面的淫欲的念头是越来越炽盛的，越来越旺盛的。这是修道很大的挑战啊。无论对女众对男众对男学生，所以我们真的要修，要有不净观，要有厌离感，要有这种淫欲是轮回的根本啊，要赶紧念佛来化解这样的这个坚固的淫欲之火，化为智慧光啊。这个是这个时代的众生修行人非常重大的一个课啊。这个可能很多人会回避这个问题，但实际上你只要细心的去考察自己的念头里面，这方面念头占的比重很大。为什么？我们确实这方面的烦恼是最多。所以为什么要持戒？持戒就是首先你在行为上都要做到这个。你作为在家居士要不邪淫，不邪淫一定要说到。对于这个比丘来说，这个要啊，更要防患者啊！无论是根本戒还是遮戒，有时候预防这个遮戒也是很重要的啊，来扶持这个戒律的清净啊。所以你们感觉到这是淫欲心怎么办？赶紧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只要一到西方极乐世界，淫欲心就没了。你在这个欲界里面，下一辈子无论转到什么道里面去，这个心仍然是摆脱不了。五通仙人得到五种神通的仙人，他常常退转，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会退转的。啊，原来这个说有个五通仙人，他都可以从灰心的那个国王就很推崇他，半月请他到皇宫中的。这一天这个国王不在，就请他的女儿帮他供养，他女儿这个公主要顶礼嘛，一顶礼这个手一接触这个仙人，这仙人就动了淫欲的人，这一动淫欲的这很麻烦，马上神通没有，神通没有他就飞不回去了，飞不回去他就哎呀，他就给自己下台了，怎么下台？哦，这个城里的人平时都很想见我，哦，我今天这就让大家，我就步行出去吧，啊，步行让大家来接见接见他吧，就是。还有这个，你看在雪山有几个美女正在那个水里面正在沐浴的时候唱那个歌啊，唱的这个，正好有一批啊，有好几个仙人正在飞行的时候在说。听到这个美女的歌，一个个从天上掉下来。所以这种事情是非常麻烦的。所以这个怎么办？拜业往生。你说我们在这个时代啊，一定把淫欲心全都搞没了啊，这个清净了，没有这样的事啊，要有这个事。但是我们在身口气之上，一定要守住这个戒。啊，然后念佛念得越好，这方面的念头越来越淡，它是这个。你佛号提不起来，这个念头就会滞生，它就是持长很小的关系。所以为什么要强调大家念佛？它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啊，所以这个每天定课念佛啊，口干舌燥时啊，口干舌燥时你就可以喝水啊，这没有问题啊，这个不是，你一边喝水，你就一边念阿弥陀佛，用阿弥陀佛名号加持这个水，这个水还成了八洞的水，没有问题。啊，在打扫卫生时不慎，将从寺院请回的观音菩萨像打碎。现将碎片收集起来，不知该如何处理才能如何。哦，你这是不大吉祥的，观音菩萨都被你打碎了。啊，
这也表明第一你的恭敬性还没有申请啊，于是行为上就比较粗糙啊，这个念头复持不了的他行为上就有点草率，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啊。既然出现了你要申请才能行哦，能够把这个碎片啊还是把它收件好，收件好怎么处理呢，你就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啊，你就还是把它用一个干净的布放好，还就把它放在大箱大盒的头上面上去啊，可以。好，本人曾多次邪淫，怎样才能永不犯邪淫？你看看这个问题，哎呀，这个。这个如果你是受到五戒的，这个问题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啊，犯邪淫戒你破戒了啊，破戒那是下三恶道了啊，这里面这个因果是真实不虚的，而且还不止一次，是多次啊，那就更麻烦啊，所以你这个一定要痛下决心，一定要了解邪淫的果报非常非常可怕。那为什么会邪淫？你得要从自身去找原因呢？啊，我们说你作为学佛的居士，你可以建立家庭，你可以这个婚姻关系可以，你都有正因了，你还去搞邪淫？搞邪淫的后果，一方面是因果的果，另一方面这个时代很不安全了 啊不能搞个邪淫，这个艾滋病怎么办啊？再加上你看这个怎么办？你首先知道它的后果，然后在行为上对那些这个叫非礼勿视啊，非礼勿闻，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因为现在很多人犯邪淫呢，第一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啊。这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首先受西方的性解放的这样的一个观念的影响，认为这是现代生活方式啊，觉得找个情人搞点婚外恋是一个很浪漫的行为，很现代的行为啊，甚至发展到颠倒的什么地方，一个人没有外遇，没有情人，说你这个人没有本事。这是我们这个价值观念出现了非常大的偏差啊，这第一个，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啊。第二呢，就是这个时代他的一些报刊杂志网络这方面的资讯传达的这些这个色情信息太多啊，所以他的外面的诱惑很大，再加上又营养过剩啊，现在中国可能富裕一点啊，他什么问题都来啊，糖尿病呢 啊糖尿病是来自于就像医生那些中医，这就是中国人贱啊，这个贱命啊，原来都啊没得吃，没得东西吃，还没有这个病，一旦都有点肉吃什么的，他猛吃，因为猛吃呢这个代谢系统的各方面，就是那个胰脏部分那个地方血管被堵住了，倒也不是大病，不像西方那个胰脏全都坏了。中国人的这个糖尿病，有一个中医老中医跟我说，中国人的糖尿病好治，就是那个血管堵住了，只要疏通了它就好。这就是由于它营养太过剩了，又不活动啊。那么营养过剩以后，吃的这些动物的肉，这些动物的肉都是淫欲性很旺盛，生命层次越低淫欲性越重，生命层次越高淫欲性越淡薄，这是一个规律。所以你吃了很多动物的东西，当然也就增加了你很大的淫欲的这样的一个性啊，火气就很重，所以一有外境它什么事都不来。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人啊，所以其他人无论怎么观念的颠倒或行为的这个错了，但作为学佛人知道道理的，知道他的后果的可怕，我们一定要在这方面彻底自责啊，彻底自责。你每邪淫一次，你要到佛菩萨
面前磕头啊和磕腹的。这个持戒有时候这个是什么，这个我们讲戒的时候都会有的，持戒要把持戒提升到超过生命的程度。如果你这个烦恼到了控制不了的时候，宁可自己去死也不要去犯那个戒。所以古德为了这个带一把刀在身上叫戒刀啊，干脆自己自杀好了。你得要有这样的一个精神，用生命作为赌注来守住自己啊所持的戒。然后这个为了避免这些那些不好的环境啊，这些桑拿的房和这个桑拿呀，这个啊卡拉 OK 的这些场所，尽量不要去啊，尽量不要去。经常参加一些佛友谈道啊，这个念佛、看古圣先贤的书啊，不要看那些啊电视剧呀、啊，那些言情武打呀、啊，啊那些不健康的光碟呀、啊，啊那些所谓这个网上到底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据说网上这方面的这个信息很多，甚至一些做网站说就是做一般其他那种网站都要加点这个所谓的胡椒粉啊，不加胡椒粉就没有人访问啊，所以这些啊永不犯邪淫，你首先要立誓啊，然后行为上一定要给自己啊一些对治的方法啊。我们原来在我们净土学会有个学员，就是专门做的一个戒邪淫网站，你可以到这个啊徐冉居士的戒心网站去啊学习啊，然后一天至少念一万声佛号啊，建立自己健康的生活方式啊，然后再觉得很麻烦，你就在自己房间里面放一个人的骷髅，你天天看骷髅，这个骷髅就是美女，你看看这个骷髅看多了你觉得害怕啊，死亡观、尸体观、不净观，你天天去看，哎，觉得非常厌离，非常厌离，这也是一个方法，哎，叫什么啊？哎，啊，下面佛法大意讲某人觉师念佛七天就见到阿弥陀佛，能否保全啊？千万不要去保全啊！这就是所谓的大恶期啊，这是无地的苦恨啊！念佛是怎么念佛啊？你怎么见阿弥陀佛？是由于我们啊支持这个名号啊，能念和所念打成一片，得念佛三昧了，就能见阿弥陀佛，不是跟他觉不觉识没有关系。实际上越觉识越见不到，为什么？你觉识你连念佛的力量都没有啊，你这个人毕竟是凡夫啊，一饥饿就会散乱，越散乱精神力量更集中不了啊，那你哪能见得到佛？你在那个饥饿散乱又渴望见什么境界的时候，你说你见到了阿弥陀佛，他见到了阿弥陀佛，那到底是佛还是魔，他自己不明白啊，你不要去仿效这个，还是以凡夫的身份啊，这个踏踏实实的支持名号，求生净土啊，在什么份上做什么份上去。好，南无阿弥陀佛。祈愿众生灵。